我们从1621年的严思齐大航海时代开始讲起。那我们特别啊，把这些历史啊找回来哈、啊。那所以呢，从1621年开始，严思齐的风起啊，啊风起云涌哈、啊，甚至呢哈、啊、乘风破浪啊，啊来到台湾，登陆到台湾哦、啊。我想这个啊历史定位，我们哈、啊、云林县呢、啊，就是要让大家能够更清楚了解这段历史的渊源。所以我们举办大航海时代，从我们台厂的1号仓库开始将所有这个历史背景、啊、要来讲述给大家了解，然后甚至呢我们的二部曲、啊、我们就是要讲、啊、这个华武龙事件、啊、从我们的原住民还有我们华武龙的这些汉人当时怎么跟、啊啊、这些荷兰人对抗、啊、那我们怎么去开垦我们的这些、啊、云林的土地、啊、所以我们的二部曲呢、啊、就针对、啊、华武龙、啊、大地、啊啊、在我们土库邑、啊啊、这个地方、啊、来做音乐剧、啊、甚至我们要再讲到1895年，就18世纪的时候，当时的这个啊清朝时代跟啊日本人哈、啊，当时签订了《马关条约》以后呢，那我们呐 啊台湾呐、啊、被日本人哈 啊这个占据了哈、啊，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啊当时的时候哈、啊、非常年轻的柯铁虎哦、啊，那当时非常的啊这个抗拒的哈、啊，所以在当时呢哈、啊，我想也因为他的抗拒哦 啊把这个历史啊啊能够重新还原当时哦、啊、他们是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土地，保护我们的人民，然后。